每年过年必不可少的还有百货公司的新春福袋，各家都说自己的礼最大最超值，现金、汽车、金饰、钻石，您最想要哪一样呢？小年夜大家陆续开始放年假，百货人潮满满满，大家最期待的各大百货新春福袋也即将登场。抽中头奖还可以自己选，今年金华城出奇招，头奖现金、汽车可以二选一。今年景气不好，业者更要逆势操作。我们希望逆势操作，想说其实民众也想要在可能不景气的当下，可能用小钱来博大奖。大奖没汽车也没关系，纯金打造的龙凤摆饰，搜狗和往年一样要与众不同。春节福袋每个楼层自己推，最应景的小龙年大奖就落在不易贬值的金饰楼层。往年到这样子，大概五分钟排队，限量100的号码牌就会发完了。其他像是阪急百货推会员制，500个福袋早就卖光光。头奖和搜狗同时都打机票牌，星光三月则是推出钻石汽车来助阵。1000上下就不要太贵，通常500块以内啊，我都觉得哎可以试看看，觉得风险有点大，怕来到买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去年整年景气都不尽理想，但是人潮就是钱潮，春节福袋买气是否受影响？大年初一见分晓。 UDN TV 黄云中、周玉柔台北报道。